那身体健康的，那就很得意；身体是衰弱的，又很苦恼，那都是不平吗？这个世界，谁能把这场事情做得真平等？阿弥陀佛，有这本事。我们在娑婆世界讲什么样的平等都是假的，有名无实啊！这怎么个平等法了？现在的社会，你看最显著的，一般人常常挂在口头上，贫富不平等。这个造成社会动乱了。西方世界的时候永远不会动，不会动乱，为什么呢？他这个问题解决了。西方世界，你想要什么样的享受，是随你念头就现前了。我今天要吃什么东西，念头才动，就摆在面前了。吃完了不要了，它就没有了。用不着洗碗，用不着收拾，你看平等啊！吃东西是个麻烦事情啊。到极乐世界去，我现在不是凡夫，不需要这个东西啊，这饮食自然就没有了。居住的房子有宫殿楼阁，里面干干净净。什么家具也没有，客人来了，只一个座位，请请坐，那你座位就有了；客人走了，座位也没有了。一切都是变化所作，所以它叫真平等啊！那个地方也多才多姿啊，随心所欲啊，我要是想什么样的这个居住的环境，它就现什么样。随你念头在变呢，真的是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那在极乐世界里完全兑现了，非常明显，所以这个极乐世界不说别的，单单说凡圣同居土，六道里面一切不善的这个现象，它完全没有，这才帮助你常住在定中。你的心不会乱了，永远在定中啊。定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那么在这一愿当中，我们能够体会到阿弥陀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用心。